整个大海螺啊，牙签插进去，慢慢旋转一周啊。这个紫色是它的苦胆啊，咱这样慢慢的把它这个黄给它转出来啊。哎呦，跟大家说一下海螺哪些地方不能吃啊。这个是它的胃，这个是它的苦胆，这个是它的鳃啊，这些都不能吃，咱这样一次性都给它去掉啊。胃的话也给它去掉。这个鼓起来的是海螺的肝，肝的话掐一个小孔，像挤痘痘一样给它挤出来，剩下的都是可以吃的啊，尤其是这个螺头肉 QQ 弹弹的啊。哎呀，先给大家整上一口啊，蘸点秘制酱料。嗯，最好吃就是这个螺头肉啊，为了方便大家食用，咱都给大家做成这种开袋即食的小零食。